走路偏左，代表此刻心情是。若走路不自觉的会向左偏离，表示此刻你的心情可能很快乐，还是很焦虑？很焦虑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猜的。走路会不自觉的偏左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喝太多啊。中风啊！中风，中风，中见不见喝的病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